你闯祸了你吗？这拉妞第一次混垃圾桶，你是不是该打？嗯？啊？早上六了？闯祸了你？咋整？你扫地啊？我把这个拿出来放垃圾桶。你早上不吃鸡蛋了吗？来打。打，打，打！这个不能翻，垃圾桶为什么要翻？又不没吃的，还得让我来收拾。到那边去。你是不是该打？啊？是不是该打？快去那边去，到那边。这臭丫头，塞拉是很少翻垃圾桶的，她肯定闻到那个鸡蛋的那个腥味了，生气了。该不该打？啥也没吃着。好了，瞬间干净，全你的毛，你错了没？姓赛的，这桶水又没了，把水换了，这用水量太大，饭做好了，把这桶水换了，先用这桶水。我去，一桶水加上剩下的水刚刚好，还剩一点给塞拉喝吧。刚倒水啊，得一盆儿，今天塞拉一天够了，别撒了啊，撒了我就把你给煮了，全饱。好了，放好了，还有个包呢。放这儿刚刚好，接水也方便，非常舒服。你错了没？反思好了没有？错了没有？该不该打？这垃圾桶你为啥要翻它？我收拾了半天，做个辣椒炒肉，血水。去一下血水，炒好了，太棒了，很香，太香了，尝一下，金黄，嗯，安妞你睡得好香啊，醒了，我就把衣服烧了。太阳落山了，对，才有。你这一公里跑长途多少钱呢？十个油吧。对。广东广西啊。对。在广西待过28天呢。是吧？对，那边热。还东北好。正睡觉呢，我说怎么有一股青草的味道，原来这边在打草，长了水，这边草特别的茂盛，我得把这个关上，不然我在这样棚坏了，我看
天有点冷啊，大概10度吧，我外套都穿上了。尤其这风刮的啊，好冷。泡点茶。刮风就刮风呗，还下雨，天还冷，这咋办呢？拉妞还溜不了啊，再等等。哎，那小伙子走了，外面还在下雨，玩不了了，准备出发了。哎呀，我的鞋还在外面，这个咋整？昨天刚晒的，雨还有点大呀，好冷啊！外面真的不是一般的冷，这很容易感冒的，这个衣服都扛不住了。转了一圈，还是穿个厚点的吧，是真冷。现在大概5到10度吧，关键它小风一吹啊，特别冷。妞儿，下雨了，你出不去了啊。哦，还是把这个穿到外面，这个防雨。我刚想起来我要在这边保养车啊，我现在去 4S 店先去保养车，然后再出发。今天到呼玛县大概要4个小时。这是 4S 店吗？咋看着不像呢？这是我见到最小的 4S 店。现在是81583。81583，是吧？很不近。哦，那可以进来呀。啊啊，那也不行，那我后面那个有一个天窗。那个不行。对对对。对，差一点。养了一条小狗，这狗是公的母的？公的母的。他在那来回闻，别闻了。过来。没事，我车里也有狗。你是流浪狗。是吧？哦，捡的。对。啊、哦。猫也是。是吧？正好这里可以加水，我把水加上吧。今天比较冷，然后我到目的地，直接就可以洗澡了。就是从漠河下来呀，还是往上走？去漠河。就啊，往上去呀、啊？对，往上走。往上走，越走越凉了。对，越走越冷。还行，慢慢加吧，也不急。咋这么多蜘蛛网？看，我天哪！好多的流浪猫都这个老板然后从外面捡的，来了之后给吃的给喝的，后来都不走了。这好几只呢，将近6升，就大概也要半瓶，上次应该就那半瓶剩下的啊。啊，大半瓶。还尝尝我什么出的系统啊。扫微信吧。我扫微信。正好我把这个马也带上。好嘞。都换了哪些机油？还有啥？机油、机油滤，完了工时，一共是398。好嘞。你在那个系统上都能查到，大家全部评价。嗯。上次买的除雨剂还没用，正好今天下雨，试一下。好嘞，我走了，哥们。哎，哎。哎，再来再过来吧。哎，好嘞，好，再见。哎。